第一轮第一顺位指名选手曾子佑选手。台钢雄鹰众所瞩目的初代状元选了平镇高中游击手曾子佑，包含他在内首轮七个指名就有五位是应届高中毕业生，其中四人都来自平镇。另外魏全龙和中信兄弟则分别指名了前旅美选手林凯威和郑浩君，而讨论度相当高的宋文华则是在第四轮第五顺位被统一师选进。中职上半季还在进行补赛，而季冠军在昨晚出炉，桃园八局下灌进七分大局，锁定胜利，最终抛下乐天球团接手后第一次的酒红色彩带，搞定了这个半局。那也恭喜陈宇昕啊，成为中华职棒史上第一位百中继百救援，达到了。这场比赛对投手陈宇昕来说也算是双喜临门，因为他在八局上中继成功，成为中职史上首位百中继百救援的投手。有趣的是，外野手陈静接杀制造第三个出局数时，直接把球送给球迷。不过后来球迷也把这颗具有纪念价值的记录球丢回场内。民视新闻综合报道。更多精彩新闻，请下载 APP 订阅民视新闻网。